上楼了，应该有点兄弟，得杀，死一个，后面加后面加后面加后面，也上了，我在这样呢，他的木包在那个房间里面，听到了，我在里面，没看到他。找一个，还有，我来了，还搜吧哥，没人了一个，就一对，这脚步是什么？好像是真的。我先把这包停一下，听不清楚，装备碾压了都。哇，这哥们装备还可以呢，下次我可以用。哦，他应该是用的那个。你能帮我架一下不？操你妈！你搁这摸真危险，有点恶心，操用。好吧，我把这个门关了。这个逼屌人啥都摸。这不就是老鼠人？他是老鼠人 ，OK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也是老鼠人。你也是老鼠人。这里面好像没摸呢。要不把这个摸一下？你看人家有修甲的，我们都是可以拿回去我自己用。修垃圾甲可以用啊。哎，哦，我们放到裆里面去了。我是日本人。我操，你是日本人？这我打死一个，这里这等下这我干死一个，我把这个摸了，这个逼在这干嘛？给他阴着呢。他妈，你就不能帮我一起检测一下吗？检测的快，两个人。没必要吧？我得帮你架一个。我操，紫色的子弹800一发，有人打的还挺好。摸一下。红同学，找一个，别对，怎么样，日本人？牛逼！我如果我头甲烂了，我直接换一套，反正我穿两套。OK， 帮我加一下，我舔一下。Scar， 我操！紫色手术包带的跟我一样，他妈的！战斗兴奋剂，居然打的跟我一样，居然还打蓝色子弹，这屌东西！妈，这枪，他有两把枪啊！我跟你说，搞一把呗！我操！我操兄，我操哥，这枪牛逼啊！这 Scar 什么？那我这个不要了，我这个不屌吗？我把这个丢了，我就。这个不行，这个是个垃圾。这个，这个 PKM 也屌，这个 PKM 这个枪也屌，很牛逼。你打，你打，我不要。拿着来了，拿了。一桶油漆20000呢。PKM 这个枪就是有点太贵了，这子弹，其他的都还好。哎 ，M 四呢？我操，这枪口不错。哇，85，好的85。他那个 M4 这个枪口可以拆下，哥，你可以捡那个枪。没事，你拿吧，我不要了。我玩游戏最不喜欢拆配件。老爽了。这 Scar 感觉还可以。怎么没子弹呢？这 Scar。他不是带了那个 BPZ 吗？走吧。又被我们干完了。你们可以摸一下，来呗，开钥匙。他妈又去哪了？这个人。杀
速战速决，非得开加速来追你啊，这边你就给他了吧。妈的，你是真恶心，我操。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显示屏，我拿了吧。走过去看那边。拿完了，走吧。这还有个包啊，垃圾，这玩意没有，这都是垃圾。来这块儿。回本啊，没出过大金啊，我操。这显卡里面最好的是出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就那个、那个、这个紫色的还是它显示四，我是四格的意思。走吧，没东西。保险好像被开了，我靠，这群老鼠人。就给他偷了，恶心人了。我去把一楼收一下，别动。哎，干嘛？别摔死了！开玩笑，我能摔死？看看这把有没有那个，没有。去把那个服务器摸一下，应该那个服务器应该没人摸。那他感觉这里这么多脚步呢，在外面跑。妈的，破烂也给他跑。哎，就有个紫头哎，这哥们被人干死了。这不是。那个玩意不值钱吗？被人干死了。后面可以摸一下吧，后面老肥了，后面比右还肥。这个位置，看那个破烂爷跑过去，不知道去哪了。我在这个上面搜一下。要么投降，要么。操，这给我来一枪。说接这个任务不？做任务不？有给钱？做够吧任务。他这个任务给魂呢？你看这地图上面，这个破坏铁门的那个任务，给了。全体注意，找到目标，然后破坏它。给你探头。哥，来摸一下这个里面有个护甲无球包，30000个。我拿不下了，你拿不？紫色的，这有个鸟蛋。我拿不下，我也拿不下来。拿下来。我去把这鸟蛋摸了。妈的，我怎么上去了？突击。啥？这里能上去，啊，这里能。不做任务了，那里面有东西，然后我们直接拉他撤离。这有个鸟蛋，看那边。
那个医疗箱也没有，那个医疗箱是大红了。我摸完了，没东西。走吧，没东西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冒红烟那边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我也没用，那我好像是那个，就是那个红色。那咱们去哪呢？去这边彻底。就那边，把这个任务做完之后，我们拉拉车呗。什么狗巴任务？你去哪了？楼里面，这个东西楼。这个要爆了还是怎么了？我扫死他，给他挡挡挡！你别靠近那个东西，他都会，他飞会炸的，容易炸死。这也包里面出好东西不？能出金。那你咋都不摸呢？完成了两个机箱，好爽的摸的。这里面有个声卡，把这一桶油丢了吧。来人了，大波哥。等一下呗。怎么四个也在一起？我操！我这个小金，地上了。这个有人要吗？没看着吧？走吧，我拉闸了，哥，你拉闸。看这烟里面有什么呗？尤其这酸奶什么能吃不？吃不了。吃不了。走吧。这游戏没有食物系统。你跑哪去了？我拉闸。注意，我们从哪个位置是？大坝工业电梯。我这里。电站将从大坝内部的电梯口撤离。撤离。外骨骼启动。怎么把我弯倒？小二哥，你交了多少万？看一下呗。我都投了，都已经，我都充了。你看我跑多快，修道跑更快，发现没有？这烟雾弹是我的技能是吧？对，牛逼！哎，怎么这里没有开啊？上次我记得这里开了。这里面有时候会开，有时候没有开。这个有时候开的时候，这里面可以摸一下那个位置。哦。不是吧？一分钟，等吧。直接往这一趴，这把价值100万。我操！这地方以前设计图纸59000。我还有卡包啊！我操！感谢猛药，没招了，日本人就是有玩家，死一个，还有，在哪？死一个，还有又是。我的后，死亡 ，OK， 死亡。
赶紧舔一分钟哥。我这舔，我这舔。满爆满爆。多久？还多久？我在搜。还有49秒。无人机，医疗无人机。我操，金色手机身上。我操，还有这个协议什么保密协议。快拿了直接撤，拿了直接撤哥。我丢个主板吧。30秒，30秒。我们走别的地方测不就好了吗？非要走这事儿。也行也行，那你慢慢走，我们从后面那边测。啊，是，撤吧，那撤吧，走吧。他那个东西能出五甲，他那个金子那个保密协议。保密协议啊。99年保密协议。出五甲，一会儿我出去直接用是吧？对，你就直接给他开了。OK。这些都是人机捡的东西来找我，哇、哦，那爽！我就喜欢打人机。这可不是人机啊，哥，他都开大了，你没看到吗？我没看到。他都开那个海爪那个大了，他刚，我操，打了我一桌子。我看也像人机。Okay, okay. 嗯，确实是人机啊。整理，我把那个箱子开了。还想了把 Scar， 我要满包了。他说要我去特勤那里，我领了个五级包。好爽的，这玩意。不是爽不爽？这个包几十几万了？不是，那我怎么升级我的仓库呢？我先批量卖一下。有一个特勤数，看到没有？我就直接全部丢，他妈的丢这个大妈就完了是吧？我懒得去搞，我就直接全部大妈，方便对吧？方便，房子现在东西也不贵。嗯，有道理。大红你不要吗？其实可以。OK。这垃圾包甲我全卖了，我也反正也不穿，我穿你的，我死了就穿你的。我操！不是紫色我就不要。这垃圾箱我也卖了，不是紫色我不要。用日本人的就好了，到时候完了时候用日本人的特勤数，我升级一下仓库。他还搞上这个藏身术了，是吧？哎，怎么没买出来呢？被人抢了。其他的都还就其他的都还好，就一个仓库和一个那个训练中心，那我也很屌。咋不能直接购买呢？岂不刚好我自己直接买哦？我操，一个小时，过于火爆。我操！这他妈这东西是不是加他妈什么技术中心？这到时候是不是加属性啊？你升级哪个是加耐力吗？那个训练中心看到没哥？训练中心。我操，18级，训练 DM。我升到2级了，我。升级了。什么什么数量加一哟、哦？这个要一个小时，先买了吧。一会儿去玩方舟了，把这先全买了。我给你带把枪去吧，需要达到10级才能升级，完了白买一个。七，丢着发呆 ，Alt F 四。我怎么桌面又黑了？给我一股就手游的感觉，有那味了。
就像手游移植到这个电脑上面一样。嗯，老白部落解散了，昨天早上就解散了。那老板联盟都解散了，已经。他发了个推文嘛，嗯。虽然持续了一段时间，早上六点发的，但是很有趣，伙计们，我们由于最近和 DSG 的战争，剩下的 TLO 部落已经决定解散，分道扬镳。TL 是最有活跃的联盟，又在这放屁，我们肯定对保持控制台充满活力，就是对这个 Xbox 游戏机官方服务器啊产生了影响，但是最近几周并不是很好，许多成员不像战争前那样活跃，我们尽了最大努力，但是 DSG 远远领先于控制台，并将继续这么做。这个 DC 就是这个群聊将被解散，他们大联盟的群聊将被解散，他建议所有的部落创建一个自己的 DC 来进行交流，祝大家好运。哦，他写一个解散呢。那没招。你看，我们这是最新的势力图，这个 TAO 没了，解散了，我们直接一根这么粗的红线他妈对过去，他怕不怕？这就给大解散了，那没招，他们只是解散又不是退游，解散就是说他们这个大联盟不存在了，知道吧，不代表退游。今天去打那个 gay 部落1002啊 ，DKNK 那哥们跟我说这部落挺牛逼的，我来试试他的威力，说他挺屌的。部落名就叫 Gay。我来看他 Gay 有多 Gay。这方舟 1.5 这个是对，我开个抽奖，我跟你说这个飞机票抽奖肯定出好东西了，因为我开直播之前我垫了好多，我操，这个旅行票我感觉会出高价值物资了。 gay 部落，好一个 gay 部落，真的，你没看那个旅行票都完成到四颗星了吗？我他妈垫了几千块，我看他有几率出五倍，我看能出五倍五个一千块那个东西不，结果他妈订了几千块没出，死逼虎牙。想偷把鸡啊，他不是有个最贵的礼物5000吗，我想他妈一次五倍包五个25000，又想屁吃了。嗯，怎么没床呢？噔噔噔噔噔噔！哇，那个鸡巴 DKNK 那老外想来，给他发个微信。Come on，要他几服吧？死逼 DKNK 老外，鸡巴！谢谢龙仔啊！他带就他就来一个人，他带什么战备啊？他带个单兵他就来了。为什么这 DKNK 这么大个联盟，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个这种小部落，哎呀，能他妈的就是搞这么久，我不知道为啥，你知道吧，一些问题不大，开通嘲讽，我操，我直接掉线，这么屌，
这不加速器也没挂呀，我看看。加速器咋没给我挂？我昨天换了 PS5。我说咋直接掉线呢？光里面我还没活就掉了。显示我的网络有问题。SAM 游戏机真的。几副几副，我直接我就玩别的几副，我管了几副几，我就玩别的就好了。正好干我三角洲。晚上可以玩会儿寂静岭。反正过几天我就不玩荒族了，不打了，这老外自打没人了，不能打了，又得休息个把两个月的。没人了呀，再打。你这大联盟都是那会儿，我将近两个月没玩，老外才建了大联盟，你一下冲散一个，一下冲散一个，没了。没招啊，这老外，你主要是你掏他洞他受不了，你平时去他服务区打打架吧，他跟你死死龙吧，他还能接受，妈逼你把人家洞掏了他就受不了了，他都玩不了了。人家一年就白玩了，一年就白玩了，来不来一晚上一年就没了，你说谁受得了？你妈你也玩不了啊！就是有种什么感觉？有种他妈的，你玩个游戏，你玩王者荣耀玩了一年，一堆皮肤一堆东西，他妈的第二天起来号被盗了，就这种感觉，受不了。那小房间龙啊，什么都没了，你搞他一个洞，他部落退游十来个；搞他一个洞，他部落退游十来个，可能十几二十个，你说谁受得了？部落人数你们直线下降，确实没招。没招啊。哇，这他妈人的光里不复活都可以满人。昨天早上不知道 PS5 连的是谁的那个支付宝，他妈花了500块钱买了个寂静岭，没退款还。谁他妈绑定我的 PS5 支付宝了？我是前两年支付宝不能用，然后绑了谁的我不记得了。然后我昨天看事项能买单，我他妈买了个单，我操，花了480。嘿嘿，不知道是谁的。好像是老粉，要不就朱胜军的，不是老粉就朱胜军，要不就是晚安的，有可能是晚安的，就他们三个其中一个应该是。大概率可能是晚安的，因为晚只有晚安知道我 PS 游戏账号。太好了，又花到一姐钱了，每年咱们得花一姐1000多块啊。什么方舟新出的 DLC 啊，什么七七八八东西啊，都是晚安给我买的，我都没买过。太好了哦。我每次一上线就买完了。怎么麦克风支架买了个新的没到，换个支架，这支架老他妈咯咯响。 Are you the one I've been waiting for? You might be. 莫名其妙，我跟你说这不搞笑，你知道我就是那段时间我支付宝不用不了吗？我不知道我这个我跟我妈用共用一个那个苹果账号，你知道吗？
我他妈给他充金铲铲，我妈那边一顿给他扣费。哎，我那会儿还好奇呢，我说咋充值不花钱呢？我六四八一顿点，我给他一顿点六四八，我充了那天早上反正充了五六千块钱。哎，我说咋没扣钱呢？我操！我说现在他妈出 bug 了，我一顿狂充，你知道吧？我以为出 bug 了，我没扣钱，没消息弹过来，老子狂充。充完，我妈跟我说是不是被盗号了？他们，他要报警，他说他要报警，我操！真的，他这苹果就共用一个账号就会这样的。那没招。我在这边狂冲，他那边狂弹那个扣费消息，六四八六四八。抽奖最后两分钟啊！这鸡巴飞机票一个屌东西都没他妈爆出来，老子他妈的垫了三千块将近。CM 虎牙，谢谢白叔。为啥我不能丢龙啊？啥意思？然后这个 DKNK 还想我们去打那个 AOW 那个大联盟那十几个部落，说他们很强。我说我不能打了，再打他妈的游戏机官服没人了。昨天已经打解散一个了，再他妈搞他妈没人了。啥意思？我咋丢不出来呢？哎呀，这些老外就是谁也打不过，他们永远操不下来一个洞。你这是你们要能上 DC， 你看老外的游戏机官服，他们操过洞吗？没有正面打下来过洞，只有我们打下来过，老外都打不下来，这就把我骂死。他们正面打下来，也没有把我们当枪使吧？他只是知道我做直播嘛，需要强悍的敌人。他给你介绍一些服务器，想让我去打，知道吧？这个 DKND 这个老外啊，还是对我们还是很好的，很尊重我们，也是个舔狗。就这种老外，你还可以跟他狗可以交流一下，得搞得清主事啊，对自己实力他妈有认知。这勾巴不放个斜坡咋上？看老外打架，我跟你说，老外打架物资一都不怎么传，他们进去就是单兵，知道不？放几个龙咬一咬。哟，招待会中了半年炒粉，可以，爽到了。他们就是单兵咬一咬，放个龙啊，咬一咬，你咬咬我啊，我咬咬你啊，这样子。老外就这样，咬死对面就嘲讽一下。死了就打个这 CR 呗，陆地打个炮楼可以打几天？我告诉你，那你说他能去打什么什么洞啊？什么这那掏人家水底那更不可能啊，更是不可能，兄弟们。就这样的，骑个沙石咬一咬，骑个这个咬一咬，叼叼人呢、啊，这样子，虫子直接丢晕，送完就回家了，发呆。定名了，好了，就这样的。大部分老外打架都这样，很正常的。狙都不打，还老外打狙，老外狙都不打。公屏打字打开，跟老外交流一下。OK， 哪个是公屏打字打开？不知道，直接虚空交流。他打字我看不到，但是我打字他能看得到。虚空交流，带了300瓶药酒啊，
畅饮。这老外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来干的。哦，来了，有点实力。沙齿龙直接冲脸，有实力。骑上了，呀，跑跑跑！叠 buff 叠 buff 呢？还搁这跑跑跑！这叼不住这个小傻瓜吗？卡服了！这为啥叼不住啊？我操！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到上面去了，叼不住他，叼住了。虫子还在叼我呢，老外虫子太卡了。下龙沟他有个电龙在旁边守着，我咋去勾的？1200斤沙齿龙，700攻，我们沙齿龙1000攻。跟你说，再不去放沙齿龙过去帮他咬，他妈的哥们要被咬死。开咬喽！死一个喽！哥们杀松龙来喽！打不了。我吹着沙齿龙，吹这个虫子打不动了，动了。哥们想一头咬两头，哎，对面老外又来一只，叼，叼住啊，哎呦，啊，乱叼，哎，叼住啊，咬。咬死一个，后面这个有人骑，给我他妈丢了，哥们！你他妈还搁这咬呢，这老外？哦，你还搁这咬？摔死你个小傻瓜！没死。哇，泰克套呢？原来是泰克战士还是？我说咋没死？还是个泰克战士。快来快来快来，咬来来来来来来这。来咬咬咬咬！干嘛？这林在干他妈呢！还他妈是个泰克战士，挺屌！我就喜欢这老外过来干的。没了。吃包包喽！泰克战士连个弩都不拿，就直接拿个沙齿龙过来咬，你说屌不屌吧 ？OSS 骑虫子死了，换个沙齿龙骑了就开咬，哈哈。
咋不来咬了？不是喜欢咬吗？我们杀死龙一方又不来了。不装大屁股了，就妈喜欢咬。这喇叭不来咬了就啊，没了。那个泰克包吃了没有？吃了，蓝标杀死他。那死逼老外，我操，带个泰克套，爪钩都不带就过来了，叼住他直接发呆了。我操，我们才32个人，那他们人这么多，他不来干了？那估计马上来干了呀，比我们人都多，他们38，屌啊！这副老外 ，get 不落就是厉害。他沼泽有东西，沼泽地上，沼泽地上3个大炮楼。嗯，这部落人那么多吗？这小部落？下午，延迟多少？600延迟，挺高的，这皮肤延迟。我靠！铺路名就叫 gay。把东西上车了，把子。咱先把这枣子给它推平。今天刚两板子我都放了，一个放罩子，一个放那个发电机了。我拉部落的时候就被他关在枣子了，关了好久。这么屌啊！被他抓起来了。怎么开的公民打字？开不了。UI 里面哪个选项？谁中文呢？看看。那个叫什么切的什么，有个全部 ALL 那个。哎呦哎呦 ，OW 是吧？没电了，把那个发电机往前挪一点。派个发电机往前挪一点，能挪不？什么鸡巴东西啊？哦，这个，看到了，这个。右边。咱那个改成 ALL 就是全部。给他老发个 good。他公屏好像他没打字吧？他都往前叼一下，往前叼一下吧，看看他打了打字的。需要走的看看呗，怎么离走的近吧。那这昆布不是老外养起来的吗？不是能 bug 自杀吗？养起来没用啊，有啥用？出来了，没用。bug 能自杀啊，养不了人现在。完了，我掉了，我碰到他妈脚碰到那根线了，我操！还是怎么了？碰到连接宝那根线，他妈直接掉线了。那哥，那厉害了啊！那坏了呀，刚刚就退了一波，再退。那我还正好没走呢，321，试试。那操，服务器怎么71-70？买白名单了？我都早就几服了，我都没进来。就一波你们进来掉线了，我们就退了，进来了。一服我们再退20多个吧。这逼服老外有这么多人。准备好了，我给你321呗。我不知道我脚它掉没掉。你就记得看一眼。你们看一眼没？我说再掉。没掉，骑虫子呢，看见了。我和程浩、哎，我们我跟你说，那咱们就跟据点发呆就完了。一会儿，他这么多人，他肯定会来干的。一会儿，我感觉不是动的那根线了，我看看连接宝是不是没掉来了，怎么了？没掉。掉了。我收服的。我连符都搜不着，
换个节点啊。对的，大会要换节点了。这他妈啥意思啊？连接宝这个线怎么都不动了？直接连接宝没反应了，显示是好的。测不到腐朽。换个节点。大腿。哎，这拍了一老外，这边老外来了五六个虫子了啊！跟你说，他肯定起点了，他人那么多。给他起点，给他起点，给他们打。你让他起点吧。他人多，你上到服务器肯定反推啊。嗯，走不到服，我怀疑我是不是点什么选项了，还是怎么了？捡这个他妈灵符，我操！这个服务器好卡。不是卡，我一个服都搜不着。没有问题啊，你这个选项。我知道，一个服看不着。不知道发啥病了就。我今天重启的游戏好了。重启游戏吧。这。连接宝显示正常。谢谢心态极好啊。哦，我现在没识别到我鼠标，又得重启一下，没识别到鼠标，鸡巴东西。我把那个拍炮的给叼了，想拍陆地炮，咬死没？那怎么识别不到我的鼠标了？是为什么呀？这什么意思？又犯病了。有电了。鼠哥，你把那鼠标键拔一下，再重启一下，哦，好了，能识别到鼠标，就是搜不着符，搜他妈符灵符。不知道为什么。换个节点。你把那个叉 boss 那个勾点掉呢，试一下最后一个勾。完了，我点了试了一下也没用。你搜一下1002，然后怎么？冒出来了就点掉出来了，牛逼不？那选项是干嘛？那个是警察 boss， 那个是警察 boss。鞭子抽他。点掉他们出来了。
31我来准备的啊。我也能退，我也能退。对啊，还是有点不对劲啊。这进服加入半天不显示失败，有点问题。给我整个野生饭，我真要。这么久不显示失败，这是死机了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啥意思？别急，反正等老白起点呢。这显示个什么鸡巴我也看不懂，是没网络还是干嘛？太鸡巴丢了。就是没网络，然后显示网络一断开，不到你拥有这个游戏。嗯。不动到联机宝的心呢？等一会儿，我也天天第一次上来都这样。不是，我这连接宝他妈线返回了。啊？连？这他妈这么多线，这线他妈去哪了？我操！他整了半天一直直连呢，是不是？肯定直连的。可以拉个部落吗？在了。那个不是啊。这个就是连接宝的问题，拉吗？不是，那鸡巴线断了，我操他妈的掉下来了。去个人西亚佛点那个。都他妈没插线，我给他插插插。给我归我管理，我去拉呗。北二这哥们儿，你在不在 YY？ 现在显这个勾包黄色。有管理，都有管理。那个机差十是在把电子塔给他摆几个，那个电子塔我拉了，我拉了，我拉了。那咱们这部落老外叮当的一顿往加部落，我他妈给光里挂了。我操，我没有42个人呢，牛逼不？没加部落的老外，没加部落的，一群都给光里面挂着。我连接宝咋显示个红色？坏了！哦，好了，拉了。可以指令呗，加速器。线没插，连机宝你咋加速的？嗯，刚刚他妈自己断了吧，有这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别要我们这死逼了，我来打架不就好了？叫他们呀，重死他们叫的吧。反正咱们没通知他们，让他别来就完了。他应该是看直播来的。你那个发了那个消息的大群里，他自己来了。就以后叫他别来。这他妈无限写着，这是啥姿势？这是加入失败不？我都不知道。连接超时。怎么对不？都回去点，别在前面打了。我能退。谁要拉下我？三、二、一，点了。退了。我退了。进了。我看你进来了。OK。技能都进了。
这不基本自己人还进来几个，不能带着死逼老外来打架了。不知道他咋知道的，最近都没通知他们大群。叫他别来就完了，直接跟他说不带他打，还需要他知不知道不拉他呀，跟这老外说话就直白点，用不上他了，他没用。他是不是刚进来拉不住，是不是拉了三个还是找泽边，不止三个，你还要把这老外当人看呢，我操，奴隶。我们自己人都进不来，带他玩个屌，纯他妈奴隶。中盘子，我开个中盘子。你们把中马路什么都丢出来呗，准备了。哪里有大人呐？谁进来了？西二，你在哪老来？我去。我准备放一下，等会儿去西二。Q 把自己人不够劲，把这鸡巴老外搞进来干嘛？一点他妈用没有，玩的他妈又菜。我准备放一下。你在哪老雷？西二吗？西二。等会儿我下来。你光里一只沙尺，一只那个镰刀龙，别下错了。这他妈谁虫子1600血？往这一丢，190多级，160多级。我在红方舟这一面，你在哪边？我刚复活，等会儿。红方舟这一面。跟你说，红方舟这一面有个老外沙尺。我在西二一地啊，我沙尺。走吧，去找这起点，赶紧打完。我以为玩别的玩意。我也去。这是你吗？丢古马，丢古马，好快！对，打一波，老外全虫子，这个。他不在这儿吗？这不是。干一波。这老外虫子在这儿。你绕过去啊！你别走这边不就好了吗？你他不是拍两个炮，你非得跟他搞，在这边跟他搞呗。来这，把你们的陆地龙都骑上来这，来绿边这边绕过来。他那边拍炮了。哎，小伙子，你不会真以为那三角洲是广告吧？你觉得这三角洲这广告能给多少钱？我要想接广告，我接那种战斗力手游，一个手游我赚50-60万。我去自备点等你，还是海边二倍？拿部落跳频道。三角洲才给多少钱？给几块钱？我随便接个战斗力手游，我直播天天就玩这个。你看有没有弹幕老师吗？一样跟进的吗？充值我就拿钱，下载我就拿钱。三笔钱还有广告费，我做一个就100万。好不好玩无所谓，我就每天玩呢，我玩就会有人玩呢。炮楼上面他妈有炮不得炮楼上面。我随便接个传奇广告，通知都是70-80万、100万的，啊、哦，跟你们说，砍得爽，人家就冲啊，冲了就砍呗。我懒得做，我放屁什么？上次，去年做那个传奇，郭郭他一个人就冲了20万，就玩了他妈7-8天。吹，要跟你们吹了，这都是小钱，哎呀，这才多少钱呢、啊？人家某音随便一个主播，他妈一个游戏广告都几千万，几千，都颠覆你的认知啊！这才10-100万、100万，你们就觉得人家几千万、上亿的都有，那带货一场带货几个亿，哎呀，这算什么？不要老外虫子啊！张口就来，几个亿，人家。